大家都知道，一直以来，美国都相当的嚣张，很多国家都选择了忍气吞声。毕竟美国军事实力强啊，再加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，一些小国根本就不敢违背其意愿。然而，随着不满的积累，渐渐的，一场暴风雨就要到来了。援用海外网媒体报道称，最近俄罗斯联合其他国家一同签署了里海公约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美航行自由的说法。这些年来，美国总是喜欢跑来跑去，完全无视他国的领土权、领海权。这不，在16年的时候，美军吃了大亏，当时想要硬闯伊朗领海，结果被活捉。事后这件事闹得挺大的。这一次，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联手就是要表达不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反美联盟，可以说这是历史必然的趋势。当前美正在制裁伊朗，可是同样让法国和德国感到不满，相信很快就会有英国报应了。对此大家有何看法？